们雕刻这些都是叫纯天然的，因为我们是福建的雕刻师，寿山的雕刻就是以色取小。寿山石它本身有100多种，啊，大自然有的颜色它几乎都有，啊，它的颜色非常丰富，所以说我们要根据它的颜色做出别的每个颜色相近的作品，啊，个个都是非常逼真的。